女孩们与别人不一样，听说个个都是能诗会画的，可都是才女。他家还有位佩玉的公子，出落得和女孩般清秀。你袖子里有的是什么香？难道我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去香不成？便是得了奇香，也没有亲哥哥、亲兄弟，弄了花儿、朵儿。 双儿雪儿替我烹饪，管我说一句，你就拉上这么些。罢了罢了，我可不敢惹您了。想得好，这次想一件好。哪个女孩子家长大了？你放心，没有心事，能够得到她长长远远服侍她一辈子，宝玉果真是有造化。得此千折，必得贵婿。 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原来是你们在骗我。 是何等热闹！你若有灵，保佑园中姐妹和我，人像往昔一般。